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怎样消灾免难。佛陀的弟子，包括各个宗教真正修行人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要与道相应。眼前我们掌握到的道，有把握修成的道，就是持名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天天在学，在念阿弥陀佛，一心向往着阿弥陀佛，可是效果并不显著。什么原因？我们念佛的功力不到家了，对眼前的留念执着超过祈求净佛国土的所要求的条件，我们的愿力不足。诸佛菩萨阿弥陀佛没有消息给我，什么原因？信愿行这三个条件都不足。我们讲求生净土是表面的，信愿行这三个条件有不及格，说信，每个同学都有信心，告诉你现在就完成，你是不是不想去？有是有，不足啊，不到位啊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赶紧把这愿望提升，信要提升，真信；愿要提升，精愿去；行要加功夫，摇摇晃晃的不能忘记。符合阿弥陀佛戒言往生的条件都在经典上，净土三经经文不多，我们没有真修。真修就有感应。报声